也为你加油打气，就这一句。谁？老公。老公啊。说老公有没有怎样？最近有没有特别的，就是多给你一些鼓励，就是加油打气。哦，我丈夫，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那个啊，发光体啊。对，他就是，我是把负能量倒在他身上就 OK 了这样子。他会把蟑螂倒在我头上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互补吧。碰到比较挫折的事情，好，碰到比较挫折的事情会怎样去面对？谢谢你们，像包包一样很浪荡，可以容纳很多事情，就好，嗯。Thank you.